支持是，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的水平还不够，有限。小学生，对了，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。想当初，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，对，多少好角儿，多少高人呐，嗯，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，嗯，我们微不足道，不敢比。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。怎么叫相声八德？八位名字带德字儿老前辈哦，玉德龙哦，这是这辈的大师兄。马德禄，对，焦德海，是是，刘德志，对，张德全，哎，郭德纲，刘德华啊，全聚德，这是什么全聚德？德和乐没有啊，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。反正不少，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。这还有新款的？德寿，寿字的是张寿臣，哎，对，李寿增，哎，尹寿山都有，活受罪啊，没有了。再往下是宝字的了，宝字的了，侯宝林，那是大师，孙宝才，对，常宝坤，哎，李宝库，嗯，刘老根儿，大辣椒，什么大辣椒啊？里头连药匣子都有啊！关外的这几位，哪有什么关外的啊？名家辈出啊，是有很多人，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哦。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，嗯，郭全宝先生，对，时间不长，嗯，刚去世了，嗯，多可惜呀！是，一肚子能耐，对，没留下呀，嗯。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哦，您瞧瞧了啊，老头说了没事儿哦，生老病死在所难免，是，我是不行了哦，你们好好干吧，鼓励我，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嗯，转告于谦说我让他上头里等我去啊，我上头了去，哎，结果他也没去，那是不能去，不听老先生话，这没法听，你没去就对了啊，留下来好好说相声，哎，好好的给大伙演出，哎，对，这个人难得呀，怎么难得？说实在的，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，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。那不努力也不行啊。小的时候，于老师不行，是打小我们一块儿嘛，发小，曲艺团学相声，对，我们都去考试去了。哦，老师看们都高兴，是叫什么呀？啊，郭德纲，呵，精神啊！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宝贝儿，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，上人见来来吃糖。高兴，还给糖吃啊！哦啊，后边他进来了，进来进来，嗯，嚯，嗯，叫什么呀？嗯，于谦哦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，对，冲着墙，冲墙，哎，好，转过去，嗯，嗨，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，这膈应看着，有那么膈应吗？知道吗？啊，老师也是，走走，别来了。别来了，你学不了相声，走吧。轰走了。他父亲真好。当然了。老师，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。啊，给一，求您给一机会。是。啊，听着。嗯。一加一得几？小题。十四。啊。走，出去。是不？老师，嗯，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。还求情呢。一加一得几？嗯。七百。走。出去，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再给一机会，还求？一加一得几？还是这题呀？一万四。呸！啊，滚出去！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一加一得几？啊，二。哎，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我们爷俩谁傻呀？这是？是吧？没有这样，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？真事儿，他爸爸真疼他，那能不疼？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，干嘛呀？就为了让他说实话。哦，他考试他净那个，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。啊，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，全是他这个啊，啊，三十五不及格，二十六嚯，十四啊，负七负七，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，知道吗？啊，他也着急。你分不好，买笔，大粗笔，啊，都改了，改一百分哦，改啊！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，是啊，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，啊，一说瞎话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他响，他响，嗯，这儿拿卷子回来，过来，
考多少分？啊，100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骗人。说实话，嗯，70，得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还不对。说实话，24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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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瞎话啊，把他爸爸气的那是生气，枉费我一片苦心呢。嗯，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？啊，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。嗯，砰，炸了。好嘛，我们爷俩一句实话都没有，反正全是瞎话。真事儿？什么真事儿？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。真是他们老爷子说良心的话，我其实很佩服的。是吗？真是很佩服啊。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，嗯，于谦就不该说相声。怎么？应该子承父业。哦，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。干什么？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。哦，医生。哎，很了不起。哦，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，有名的老西医。嗯，对啊，老西医，这老了管什么用啊？这个我听都夸嘛。老西医，老西医没老中医呢，老中医啊，妙手回春，知道吗？是我哪懂？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？啊、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，那串门嘛，跟老头聊天，咱长知识。是左小孩，人家了不得，是家里那线装的书，哎呦，繁体字，各这么看的，这么翻的，啊，竖排版的书。咱哪看得懂啊？对对，妞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，啊，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都有，是吧？嗨，等会儿吧，怎么全是这书啊？我也不懂，反正净看有这个啊。那么大岁数了，看点别的。我不懂了，咱跟老爷子请教啊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是哦，老头跟你讲，这个没事儿、哦，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，他这个、还是《金瓶梅》啊。啊，你也是，你问点别的不好吗？我就说这字儿吧，说有不认识字儿，繁体字儿。哦，繁体字儿，咱不认识了。那是老爷子，这个您看看，老字儿，老头拿老花镜、啊、看。哦，这个字儿啊，这念庆，念庆，西门庆啊。不是，咱别提这个了，成不成？老往那上领，你这不是我领，您老说呀，这我跟老头之间，我们是忘年交。哦，忘记年龄了。对，老爷子真好啊，疼疼。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。对，没事上人家去玩去啊，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，跟自家一样，推门就进。是你上别人家问在家了吗？啊，我来玩会儿去，他们那儿没有。是。推门就进，跟自个儿家一样熟了。老于家他们是哥仨，对啊，这是二爷，上面一哥哥，底下一兄弟。对，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，我在中间啊，岁数差不多。是，大爷今年是39。对，嗯，咱们差不多，他37，踩着肩膀嘛。嗯，老三14，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，这个还踩肩膀呢，这个大小差不多吗？差远了，35，35，35，岁，哎。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，好，老三在外边做买卖，哎，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，不在家，肚子是怎么着？不在家，大爷跟家里边，嗯、哎，真好，孝顺，说良心话，全靠他了，嗯，伺候老头，对，无微不至，是无微不至，嗯，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，我后来有回打着门口进去一看呀，怎么了？我心里都不是滋味，什么事儿？老爷子病了，哟，躺着啊，那脸呢，翠绿翠绿的。绿了，大哥坐在边上，那脸呢，惨绿惨绿的。这爷俩谁先死啊？这是？你老盼着这个？你老盼着这个吗？不是我盼着，怎么这都这色儿？我也纳闷，我说怎么了？啊，哎，哥，我，哟，德刚来了。啊，老头可能够呛。哟，这些日子不好。嗯、啊，半个月了，一直是这样，都没在家，二的三的都出去了。跑，就我弄的。嗯、啊，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如你爸爸了啊？啊？真死是怎么着？他照的是怎么着是啊？没听说过。我3天没吃饭了。你看，我你这是胡闹！你给我打一电话啊！你拿我当外人呢？就是。你快吃饭去，弄点饭。你这哪行？你这哪盯得住啊？百日床前无孝子啊！对，快去！是我看着，我看着。你也得吃饭。大爷站起来直晃悠，饿的。说良心话，咱看不了这。嗯、啊。晃晃悠悠出去了。你看，我坐着看着你爸爸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你看。老爷子，嗯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哎，我哎呀，别跺脚了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说，原什么叫也有今天？原来你这个爸爸，说实在的啊，哪个爸爸呀？多壮啊，身体好啊！哎，大高个儿是四方大脸，嗯啊，壮一脸的护心毛，哎呀啊，没听错过。
吧？不亲毛长脸上啊，都显得凶啊，你知道吗？显凶管聊开跟人说话的。哎呀，改西施了是吧？不许美化的，我这是美化是吧？这会儿躺在这完了，脸都这样了，脱相，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？瘦了。哎，老爷子，啊，看看，啊，认识我吗？怎么着？德刚啊，还认识？呵，不含糊，认识你，他认识我，是，没事，老头啊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哎，硬啷啷的，踏踏实实的，能活一百多啊。您劝他，我倒口水喝吧，喝水。啊，哟，我抽着，你起来坐会儿。啊啊，不行。我干点什么呀？嗯，您要什么呀？我给拿点什么？是，我要小姐啊！你早就该死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多啊！啊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我要接小手。哼，这岁数这功夫，你弄的什么文言呢？这。好好说，我听得懂啊。是，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？我扶您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嗯，尿完了，嗨，完了。好，那我一鞋。嗯，那看着点啊。言语事儿真是的啊。没事，老爷子啊，踏踏实实的。嗯。哎呦，正说到这儿，老头这白眼儿哟，往上直翻。哎，坏了，怎么回事？这。这要倒气儿，这是，这过去了。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、啊。啊，出不出？我探探有没有鼻息呀、啊。怎么探？嗯，哎，死了。对呀，没死也让你处死了。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？您不能怪我，我也没学过兽医。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？这个呼，整个都完了，整个都死了。那不是一点没糟践啊？全死了。这些个苍蝇哦，哪儿那么快呀、啊？我赶紧奔厨房啊！一进厨房，那门扒着门框一看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又瞧见什么了？我看见大爷，我感动。怎么了？你有这样的哥哥，说实在的，你露脸去吧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啊，伺候老头一天两天行，这是多少年了？是。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，熬坏了，好几天不吃饭，谁试试啊？就这会儿说实在，你让他吃，你说给他炖锅肉啊，弄俩肘子，他吃下去吗？根本就不行，心火都跟这儿呢，疼着呢。煮点面条，看着可怜，煮点面吧，煮的有宽条的啊，有细条的，是，有龙须面，有担的面，有抻的，有手擀的，知道吗？有刀切的，七八样面条。炸的卤子，炸的花椒油，蟹的芝麻酱，炸的酱，肉丁的，肉片的，肉末的，肉馅的。我哥哥缺心眼儿啊，是怎么着？事儿都死人了。四十多样菜码。嚯、哦！这会儿正包蒜呢。哎呀呵，还吃蒜呢，还有兴趣啊？我，呵，你真行，我告诉你。啊。别弄了。就是。你爸爸完了。死了。啊。你爸爸死了，是，哎呦，这才哭出来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行了，别撑了啊！我那蒜呢？就别吃蒜了，还要蒜呢？我就不买红粉皮去了，我就啊，吃吧，吃的还挺全，吃了三碗面，嚯，喝两碗汤，啊，吃饱了，嗯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好嘛，妈没往心里去啊。你爸爸死了。哎，再告诉他一遍。去看看吧。啊，这会儿来六个耗子，宝宝皮就拉出去了。啊啊，领着他奔这屋来，带他去。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。三爷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。哦，他跟保定这边谈买卖呢，做生意啊，请客户洗澡呢。哟，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正泡着呢。嗨，手机响，抓过来一听，说老头要不好，啪一扔，顺池子蹭就上来，顺着京石高速唰回来的。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？光着呢，他穿着拖鞋呢。那管什么呀，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、啊、没听说过、啊、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，这个有这三点吗？跑回来了，
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。哎，哭吧！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。是，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。对了，我得帮这忙。您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别着急啊！哭是不管用了。嗯、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？先得办事儿。大爷说了。这样啊，老头死了我心疼、哦、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，全花，我姐心疼，办事用。三兄弟说，你这话我能理解、啊、这也不是个办法、哦、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？还得过，咱还得过呢，这玩意儿、嗯、是不是？哥俩越说越呛，我越说越呛吧。哟，我这可坏了、啊、死丧在地不可打闹。对，又何况古语说得好 啊狗咬狗一嘴毛啊。 啊俩狗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二狗相争比过一伤，不还是狗吗？不是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大爷，大爷，你卧在这边啊。对，老三，你趴那椅子那儿去。对，什么呀？趴那椅子啊？还是狗打架？你累了，你趴椅子那歇会儿啊。累了坐着好不好？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，干嘛？做成孝袍子、孝帽子，嗯，给各界亲友送信儿，要大办白事，穿孝。要说起来啊，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，当然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愈烈、嗯、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、嗯、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。嘿嘿，好，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。宝丧符文传出，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，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、嗯、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，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，大伙儿都写，我不能闲着，裁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。哪五个字？孝贫不孝娼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有写这五个字的吗？隶书，咱们这是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！我我不会写，瞎写，撕了吧，撕了吧，就甭贴这个。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，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，那四个字我写的。怎么写的？苍天有眼啊！早就该死是吗？怎么呢？没有写这个的啊？写什么？树报不周。这对不起啊，我眼神也不济。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，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，也没注意过。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啊！消息传出来，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。是这么好的人呢？哎呀，死晚了啊！早就该死啊！大办白事，办吧！准备啊，给老头换衣裳。是，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。哦，嚯，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烫肉了，一闻这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。这是什么味儿？老头退干净了。嗯、啊，做大柴锅。干嘛？大柴锅架上柴火。哦，放水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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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洗擦。这谁干？我呀，这来，我来。哦，我脱一光膀子。哦，我来大皮兜子，大胶皮鞋啊。水开了吗？啊，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？这干个劲儿劲儿的。那有穿皮叉的吗？这个刷擦，拿开水往上泼。啊，拿铁爆花擦。哎呀，这不用这东西，拿砂纸打嘛。嗯，什么呀？干个尖尖的、啊，换上整部的金刚经、陀罗经被、漂白布、高腿水袜子，哦，都弄好了，往上一弄，嗯，把棺材就弄出来了。棺材多少年的存性，是老棺材了。对，这说实在，这棺材啊，哎，现如今咱见不着，这他秀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棺材，这个这哎啊，这是蛐蛐过笼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不叫棺材，我比划不过来啊。谁让你比划？当年的老存性，哎，对，老的。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，这个材料叫金丝楠，好东西。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踩莲花。嗯，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，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。哎，上写钦风，嗯，这俩字是红的，底下白字是名字，是登侍郎、嗯、于太公、哎、会进郭。对，我爸爸叫于进郭呀。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爸爸叫于德什么？这什么呀？没你甭管、啊、这没有了，写个名字就完了，甭管叫什么吧，就、啊、于少谦啊，写上嗯，于少谦，大户人家吗？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，这个我哪懂这个呀？哈哈、啊，这都来了，赶紧得入殓，入殓，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。对了，呵，吹管子的，啊，打那个九阴锣的，是八面大铜锣，震天震地，哎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锣，那么大的，哎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哎呦呵，哎呦呵，哎呀，那么大个儿啊！嗨、
怎么的？这是锣吗？这个当当，好嘛，卖糖的似的，没听说过。这是那锣琴儿，锣琴儿这么大，锣很大，对，咣叽咣叽咣叽咣，这声敲的人心都碎了。是阴阳声一报，吉时一到，哎，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。哦，请大爷，是这叫长子抱头。对，你哥过来，赶紧来抱，嗯。怎么还擦擦手就别擦了，嗯，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？咱不懂这个，不懂怎么那么抱啊？怎么抱上？哎，抱着脑袋。对呀，师傅受累，给吹一点啊！吹。滴答滴答的答，滴滴答答的啦答，你妈嫁人了！你妈嫁人了？那有吹出字儿来的吗？这个？我哪懂这个去？不懂你吹啊？我不懂这个。哎，到念经的时候，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。怎么了？或请来了和尚，是高搭法台。哦，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，身披袈裟。嗯，这是大帽。对，两旁边有小和尚。啊，哎呦，念这叫咽口湿湿，开十六本经，一边念一边撒米扔小馒头，好听。热闹吗？好。哎，这么着，嗯，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？学念经这个啊，这好听啊，这好听。好这个。嗯，我会不了太多啊，您来来，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。行，来念念这经啊。嗯，道场成就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檀下海中响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友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不回归。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哪，两眼就泪不干。我佛耶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红哎哎哎哎。第二天来到恶呀嘛恶狗村哪，恶呀嘛恶狗村哪，许多的这个恶狗啊，真是吓死人哪。我佛耶如来耶，妈咪妈咪红哎呦。第三天来到王爷嘛望天涯，天涯海角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，咱们俩人一条线。别唱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回来吧。谁砍的？砍什么了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没人砍啊，这么些警察都拦不住你们。是，你给我出来。没有没事行行，甭找了，我气球后头了。气球后头能藏人吗？谁呀？没有，我打你呢，知道吗？念完经打和尚。这话搁在这儿用了啊？没有，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？哦，差不多就完了。好，我拦晚了。这每七天念一回啊。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，我打排场，一般人请得来吗？对，居士林的都来了，是功德林的也来了，启士林的也来了，哎，稻香村的，你等会儿，大福来的，行行行行，狗不理，哎呦，回去，怎么了？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？这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？嗨，这用庆祝吗？这个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，早晨起来一瞧，呼，大晴天，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哎呦呵，阴天呐，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，咔。炸雷呀、啊！是啊，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，打雷，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。啊，都躲开点儿啊！打雷了，是是，别劈着你们呐！哎，对，就劈他一人啊！有抱树的吗？这时候，这个未必劈得上。那、啊、那也不行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。哦，晴了。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，嗯，搭起几大棚，过街牌楼，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：当
大事。对，孟子曰：“为送死以当大事。”是，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，先放三声铁炮，请来文官点主，武将进门，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杠夫满都是红缨帽、绿夹衣，剃头、洗澡、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，240人摆开一字长蛇，五里阵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，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，有开路鬼、打路鬼，英雄斗志破豪图，方必方向哼哼二将，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，杨举爱左不逃，不一输起名为四贤。纸人过去了，童音发鼓，子弟文唱，起一个大座拜家庙。松豪、松露、松情的，松板、松三、松轿的，花瓣、花枣、花轿的，樱花月舞朝天灯，鹦鹉、鹦幡、鹦照鹦，素净回背牌，歪板黄罗伞一堂，上绣金福字，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玉旗、飞鳌旗，四对香块，八对香色，尼姑20名，道姑20名，坛城寺的和尚40名，云空大喇嘛40名，童子学柳150名，小男2班队，花球2班队，晚莲2班队，在前面就影亭一座，摆着你爸爸的相片。哎，猴啊，这是相片，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，给你爸爸撒纸钱，一把纸钱结结高，刷三层开花满天飘，叮叮叮，这是关照过来了。哦，两个大相尺倒退着走，这不叮叮叮，对对，当当当当当地灯啊，当当地杆隆地咚，大秧歌儿，这是多有气势，这个啊，没有这时候扭的。送殡亲友2000多位，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，俩人搀着你哥哥，俩人架着你兄弟，这哥俩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是泪如涌泉。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，由南城奔北城，由北城奔东城，转遍了北京四九城，到晚上7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找着坟地。去你的吧！